主何心薇、瑟娜金娜秀、黄北霜，对杀起誓，我们姐妹互换身份。大漠苍茫，人情薄冷，你却愿意守护你的马，我愿意赠出十代水。就是黄北这双十代水，可比前代黄金值钱多了。妈遂受九夫人与九公主前来觐见。爸，北境领主之命，搜杀众人。我第二要大漠一次见证，皇宫也可以征服夫人，一定会毫不犹豫。就当是梦里都忘了，我身上背负的不只是这些。无论你背负的是什么，我都可以帮你解决。我今日此生一怒，再无挂。天意如雪，烧着。